继续听前奏，猜歌名。这我知道这歌，但是我叫不上名。没人抢，拍的是桌子。吓我一跳！这什么歌呀？不知道，我听过这个，我听过这个。我没拍呀、啊，我没拍、啊。小彤拍到了。小彤拍，你说吧，小彤，你拍的，你说吧。我被晃范儿了，那边爸拍桌子，我赶紧拍了，就是知道拍的是桌子。我们先晃别人的范儿，人家再晃我们去，你咋那么不禁晃呢？酱还是老的辣，酱还是老的辣。小彤，有没有答案？没有。随便蒙一个。关键是蒙都没有答案。那个谁的？那个谁的？啦啦啦啦，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是，肯定是，是哥，肯定是，听你的，爱情鸟，当然听你的了、就是。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？你们有别的答案吗？那也是没有。敢给我发表别意见，我单独给他们发车。这轮都听腾哥的了。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。对不对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开挂了，今天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！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。接下来音乐家族队接受惩罚。等一下啊！哪还有等一下的？怎么还有等一下的环节呀？都是自己人呢，导演组的兄弟们呢。音乐家族惩罚开始。我去。漂亮。洋葱头。啥时候放你的？但是接到了，你给他剥开呀，剥开面积还大点啊！沙宝亮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可曾想过，你身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在那转，全在周深身上，这也太损了，这个，这都前几期给我们的，这都算好彩。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啊。听规则，玩法二，歌词倒着念接唱比赛，两队根据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 倒着念的一句歌词，正确接唱出下一句的正确歌词，未抢答成功的队伍接受惩罚。倒着念话很难啊，哎，我特别不，我不会记词儿。没问题，花花曾经倒着听，光听歌没问题。不，但我对文字不是那么敏感。音乐很敏感，但是文字不行。腾哥今年吹超常发挥。我这倒着听，正着听也没人听。我们请 vivo 的人工智能助理 Jovi， 歌词倒放第一句，请说歌词。免姓能不忠，逢向路霞年之生有。花花，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，好像是吧？相信一下自己，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。我把自信心，我这回我发现了，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。总的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是的。下一句歌词是，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。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。你才来啊。我就会这一句。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。流年咋唱不知道啊，没听过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合唱。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这届导演带不动我跟你说。关键时刻地话筒也不好使的。完了，我不知道那是。来吧，认了吧。五。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案啊。
狭路相逢终等不到，终不到流年，等不到昨天，行，非常完美，等不到昨天或明天。我提醒一下，你现在在唱的这句依然是刚才周薇给的读出来的词，我要的是还后面那句。还要啊？哒哒噔噔。对，就我要的是这句。就要这句是吧？对，我要的是这句。我们一起哒哒哒哒哒。他们全错。就一起伤心，一起流泪。好，一起伤心，一起流泪，流泪。也可能会一起淋雨。一起来听歌，来。什么的红线？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，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。哦，不是红线，曲线。王牌家族接受惩罚，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的。什么东西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工作证。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，什么时候好走的？刚才谁落我这儿一个工作证？腾哥跟我说稳稳当当的，不用抢，我就没抢，我们俩往这一躺。不是，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。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哎。这轮王牌先生陆宇恒就开始加入，好好表现啊！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，请看大屏幕。下面欢迎猿辅导王牌高中数学老师孙明杰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题是这样的，咱们要由图来进行回答。问的是花花从家里去录音室录《王牌对王牌》的主题曲，请问一共有多少条不同的路可以走？但是注意，一定是不允许走冤枉路。我这算是九条，你们还有吗？我倒数三秒之后，两队可以抢答。你们抢不？我不抢。没人抢。小童，你说吧。这十条路。回答完全正确。哇。好，下边那我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道题怎么数能够又快又……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法，来，各位咱们一起看。最开始这道题是有六个格，只把一个格拿出来。我们看，咱们从花花家先到这个路口，应该是有一条路；到这个路口呢，肯定也有一条路。所以其实把这两个一加，其实就是最终的这两条路。那么咱们带着这个模型再去看上面这六个格，对角线上的两个数一加，就得最后一个顶点的那个情况数。所以把这个六加上这个四，就得到最终的答案了，是十。那个猿辅导说的更清晰一些。惩罚开始，开始。那咱们这儿呢，也刚好有一份猿辅导的春季数学特训班礼盒，我们就送给小童好不好？因为今天答题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。现在下载猿辅导 APP 就可以9元购买小学数学限量优惠课，5节课帮助孩子提高数学计算能力，还有精美礼盒赠送。这么开心的时刻，一定要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，记录下如此开心的瞬间来。